谢霆锋妹妹谢婷婷，受哥哥影响不想结婚。网友，一家人都一样。谢霆锋妹妹谢婷婷，受哥哥影响不想结婚。网友，一家人都一样。最近谢霆锋的感情生活受到了大家的极度关注，同时大家也想到了他的妹妹谢婷婷。谢贤除了谢霆锋，还有一个女儿谢婷婷。虽然没有哥哥和父亲有名气，可是在港媒谢婷婷的新闻可一点都不亚于哥哥和父亲。谢婷婷现在也已经36岁了，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。据媒体报道，谢婷婷的私生活也是极其奔放，这也可能是因为她在国外上学的缘故吧。据港媒报道，谢婷婷换男友就跟换衣服一样，最多一年内换过7个男朋友。最让人无语的是，谢婷婷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和男友在夜店狂欢之后，最喜欢的就是抱住男友在街头激吻，看到狗仔偷拍更是无所畏惧。而谢婷婷还跟自己的前嫂子张柏芝曾经的男友陈冠希有过露水情缘，完全不在乎舆论的影响。谢婷婷的长相不算貌美如花，但是精致的五官搭配170的身高却让她有独特的气质。她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导致他有这种大胆的性格和性格比较开放，他的照片都是一些穿着比较暴露。就是混乱的私生活，大家并不看好谢婷婷。也有网友说，谢婷婷是不是受到家人的影响，不再想要结婚了？父母离婚，哥哥也离婚。现在他对婚姻失去信心，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。我们还是祝福他早点找到真爱结婚，然后幸福永远，不要像家人那样遭遇离婚。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想看更多更精彩内容也可以关注小编哦。Thank you.